sono due no? Vedi qua questo et je vois là. Ben, ça va. Ouais. Il va un brouillon, hein, là. 137那个不是？134那个一般不用说上网，卡上副卡专门上网的。 537那是我以为那个是我们嫂子，我们嫂子订的他媳妇呢。你留137这个。 其实他就那个啥的少，那个这46岁的黄牌。你134那个不经常用，他那贵那个手一般不装，你和他说再留一个，万一被他没人接。啊？确定7月10号装了是吧？ 那行，都还给你留着来着，那客户都付款了，咱不能卖了呀。预定的10号，你订了几条柜子？3个，不少了吗？ 咱们一个包装机不是？含包装机3个，丁总说能装了了。那估计丁总要说拆的话，估计肯定是拆。但有些能摞的都摞，能拆都拆。现在运费这么紧张，丁总给你们省钱卖就是给客户。 是呗？那可以，到时候看实际情况呗。到时候这边丁总肯定也会安排该捞的捞。行，好嘞。哎，好嘞，哎，好，拜拜。能不能训练哈？那天你和他说净法规。啊？ 弄装了，啊，你别不知道我。哎呀，这拿盘子。你住着？你住着？
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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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你弄下火，嗯，好了。